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股市再美丽，今天10月12号礼拜一，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大盘今天又上涨127点，跟你想象的有没有一样？你是不是又错估行情了？曾明老师上礼拜一再提醒你，这个行情你不要小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了解的是控盘者的企图心，尤其是多方他怎么想。你看看我10月6号是不是就跟你讲了，大盘我们这边照镜哦。10月6号出现了一个留上影线的小黑 K， 全市场啊都被这根小黑 K 给搞混了，对不对？但是郑明老师告诉你什么？这天虽然是留下上影线的小黑 K， 可是呢，你们都没有注意到，这一天却是带量上涨，这一天是跳空上涨，带量的小黑 K， 你们一解读错啊！错到今天，是不是很容易就这样发生？那我就跟你讲，这根小黑 K 是带量，所以当天会留下上影线，就是因为子弹不够嘛。可是他有没有意愿要攻？他要上攻的意愿非常强，非常强，所以会带量。你特别注意，不要再犯这种错。那接下来隔天不是又上涨了吗？可是呢，到上礼拜四又要休假了，对不对？当天呢，开高走低，全市场再度空头，全部都来聚集了。那你今天有没有得到好处？有没有捞到便宜？甚至曾明老师发现，上礼拜四很多老师啊都说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假突破。来，假突破你有没有学好？什么叫假突破？假突破要真拉回，会不会有量啊？不会嘛，是不是？量都出来了，怎么可能是逃命呢？逃命才是假突破嘛。那如果说带量，就表示还要继续攻嘛。那你看看是不是今天又大涨了100多点，跟你想的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曾明老师一直要你有主力思维，在这边是不是完全能够让你应用得到，赚得到钱？那你看看，我们简单的看这个大盘，很多人看得太复杂了，曾明老师来教你。你来看看哦，简单的看，把技术分析通通抛开，你看看红 K 多还是黑 K 多，红 K 多还是黑 K 多，有没有量越来越大？怎么会是逃命呢？当然是过高之后还会再创高嘛，这是这种行情嘛。那你看看这里是上涨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做一下比较，这边是不是下跌段？下跌段的时候，你来看看它的量，黑 K 多还是红 K 多？黑 K 代表空方，红 K 代表多方嘛。你看看谁的力道强，这边多方根本没有反击的力道嘛，相反的，这边反而是多方很强哎，多方很强哎。好，那既然哦，这个盘我上礼拜就跟你说，震荡之后还会再走高嘛。那重点来了，这里的行情接下来怎么看？今天大盘涨了100多点，你又看不懂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大盘今天涨100多点，从8月底到现在已经涨1000多点了，你有没有赚到钱？如果没有赚到钱啊，很可能的问题就是你看错方向了，你看错方向了，所以你根本没有进场，或者是你看对方向，但是你选错股。好，今天郑明老师告诉你，接下来行情我是这么看，我是这么看啊、哦。既然今天又大涨了，来到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看上涨到这个位置前面的压力在哪边。来，我们整张图放大哦。现在涨到这边，来到的压力会面临到7月底到8月初这一段。好，所以呢，我这边呢，我就把它画了一条颈线，也就是压力。但是呢，既然今天已经越过这条压力线，我要看看下一个目标会在哪边。接着我又往前看，7月9号的时候，7月9号这边照镜哈，它的成交量是1300亿，1300亿，非常大。所以如果以我今天涨到这边的位置，我如果要来上攻到二这条颈线，也是我画的压力，那这个压力是从7月9号画过来的。好，那你想一个问题，如果说他要过二这个压力的话，是不是要有1300亿的量他才能够站上嘛？才能够站上嘛？但是
为什么这边他可以轻松的就这么越过？虽然他先前有反弹到这边又压回，对不对？但是九月九号这根超级大量没有被跌破嘛，所以又再继续过高。可是呢，因为先前所攻克的压力区它是没有量的。我所谓没有量是说，以空方的角度啊，它不是出大量来下跌这一段嘛？好，但是接下来要攻到二这里就不一样哦，因为二这边会面临的是前波套牢，前波套牢它是当时是出大量，也就是它在七月九号这边照镜哦，这边照镜七月九号哈，这边跌到这边七月九号它出现了留下影线而且出大量，当时市场都以为这边止跌了，可是经过反弹之后又跌破这根七月九号的大量区，所以这边又变压力嘛。跌下又变压力。好，那既然我现在指数又来到这边，我要攻克七月九号这个压力，要带量，你要越过要带量。可是呢，以大盘这种气势，以这种企图心，曾明老师会怎么解读？曾明老师会认为哦，这边不要急，也不要慌，不急不徐。今天大盘上涨的是全指股，你手上有小型股的不要急，曾明老师等一下告诉你小型股明天会怎么表现。好，那最好的方式呢，指数区间震荡，怎么区间震荡？就在一跟二之间区间震荡。那如果说有1300亿的量直接跳过嘛，再过高，高点就还要再往上面设定。那如果没有带大量，1000亿附近在这边晃都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局设定这个局要做什么？来，你注意二，区间震荡将出现标股，即使有200点的行情，个股会飙的不像话，大盘不用，接下来不用再大涨，你要特别注意生技，还有题材的电子股。好，那很多人呢看到今天大盘又大涨了100多点，可是小型股却没有特别表现，你注意到了对不对？因为大部分的人喜欢做飙股，那这边老师怎么看？你不要以为哦，今天小型的股票没有涨，明天就不会大涨甚至涨停，因为呢看得懂的人，今天就会经常买小飙股。当然你要知道它是标股啦，那曾明老师你这么说，你是不是有根据，有所本有所依据嘛？有，我讲给你听，你看看，你来看这个图，这个是上柜生技指数，5分钟5分 K， 每五分钟形成的一个 K 棒，早上一开盘跳上去留上影线又破开盘价，对不对？接着又奋力往上冲横盘，到了12点左右，你看看上柜的生技指数，它开始偷拉尾盘哦。你认为这个明天会不会涨？你认为有没有人这边在准备？有些人是开始买了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还是你看这个盘，你还是看不懂，还是在看空，还是找不到标的？那你看看，曾明老师今天怎么带会员做？内行的人今天就要开始买股票。买什么股票？等一下告诉你。那这个市场呢？为什么从10月6号以来，市场一片看空，大家都全部放弃了，只有曾明老师带着会员奋力买股票，奋力买股票。那我讲过10月我全新的股票，10月会一档接着一档进场。那你看看，如果说这个行情你没有主力的思维，主力的思维，这个盘你很难赚到钱，你很难赚到钱。那什么是主力思维？你来看看，主力思维买在你不敢买的位置，卖在人人想买的位置，也就是大家都放弃的时候你买，跟着谁的买？跟着主力买。主力的思维就是你要买的时候他通通卖给你，你要多少有多少，因为他随便卖随便赚。那你看看曾明老师有一套黄金筹码赚钱术，运用我的黄金筹码赚钱术，知道一档股票谁在做，以筹码的角度来找这档股票确实有人在做，我才可以带会员，而且这个人实力要非常雄厚，要越买越多。那日线的角度，我从量价带会员进场做股票。好，不要光说不练，曾明老师啊，今天开始带会员又布局新的股票了。什么样的股票今天没有涨，明天会大涨，甚至未来两个礼拜会涨很凶，会涨到你目瞪口呆。那这边老师呢，往往危机
会带会员入市，因为这个时候富贵当前。我一直跟你强调，小富看人，大富看天，你要掌握时机。什么叫时机？时机就是你今天不做，明天就会后悔，就是时机。时机会每天来吗？不会，一定要天时地利人和。你来看看曾明理老师如何带会员，危机入市，富贵当前。这边照镜，8月24日大盘大跌，全市场都放弃，对不对？我带会员全力买进，电视先跟你预告，因为我送了你四大精彩抛万。8月25日，我实际带会员买冲泰、美绿、油田，冲泰、美绿、油田，有买有卖，获利放口袋，这才是真功夫。接下来，大盘涨了500点之后，又跌了100多点，这时候四大精彩 Part Two 又在节目跟你预告，免费送给你。有没有实际又带会员买深科、买利凯、买先锋？当然，我们这三档目前只有深科、海旭报、利凯、先锋都获利放口袋。这个就是曾明老师实际带会员实战的经验。我有讲过，曾明老师是实战派老师。我有带会员买，我就说我有买；我没有买，我不会跟你说我有买啊。因为所谓实战，就是实际进场买股票，不是推荐股票。也不是介绍股票，那个没有用。我实际进场带会员赚钱，那个才是真的。因为会员的口袋会变得越来越大，因为钱一直塞进去嘛，是不是？那你看看四大精彩大爆发，冲泰、美绿、油田，这是 Part One， 有买有卖，获利放口袋。再来 Part Two， 利凯、先锋、深科，深科还续包，其他两档获利放口袋。好，那四大精彩 Part One、Part Two。这是我的绩效表，我的绩效表。好，那当然这个都是过去了，过去的绩效不保证未来的获利。但是你看看为什么曾明老师有办法在电视上事先预告、公开操作以及持续转播，而且是一档接着一档？因为我有我的主力思维，运用我的黄金筹码赚钱术。你接着看下去，我今天带会员进场了，今天你还在场边观望，对不对？你认为在场边观望跟实际进场打差别在哪边？你实际进场打被打会痛，但是你实际进场打，你把对手打趴了，你是会得分，也就是会留下记录，这个才叫实战，对不对？来，我实战给你看。那重点还有一个要提示，我在电视上讲的股票都是我接下来会带会员买的股票，我不会给你只是介绍推荐，那个没有意思，对不对？那你看看四大精彩 Part One、Part Two， 获利放口袋，剩深科嘛？我接下来请谁来接棒？我请四大天王来接棒，强中强。这四档股票，我先让你瞄一下。上礼拜有介绍过，对不对？有法人索马股，有神奇宝贝，有内资索马股，有中药网。我今天待会出手，法人索马股，等一下告诉你。那今天呢？除了我的四大天王之外，我今天不是带会员买了吗？我不是让你看的生技上柜指数五分 K， 拉了尾盘，有人偷偷今天进场了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你没有注意到的话，你只是看着今天的盘涨了100多点，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但是曾明老师今天怎么带会员操作这档股票？我认为接下来两个礼拜它会涨得非常恐怖，你可以拭目以待。来，我让你看现形，从我的黄金筹码赚钱术来选到这档股票，黄金筹码赚钱术月线的角度的筹码来看，这档股票确实有人在做，没有人在做的股票你买来做什么啊？有人在做的股票它自然而然就会上涨，它自动就会上涨。为什么？有人在做啊，有人看好嘛，有人买进之后底部打出来之后就会持续拉抬嘛，你要有人帮你拉抬，你要享受做轿的快乐嘛，这才是做股票。来，这档股票我今天带会员进场，月 K找到这张股票，不得了，法人卖，融资减，请问筹码跑到谁的手中了？外面找不到筹码，居然会自动涨，这种股票我认为才是恐怖的股票。这种股票谁在买？我初步怀疑是内资啊，但是我找不到凶手，但是筹码不见了居然会涨。你看看这是月线哦，从今年的7月到9月有16400张被特定人士吸走，月 K 形成阴阳线，也就是这边照镜，也就是这个月 K 这个红 K 把前面的黑 K 吞噬掉了，这个叫做强力反转讯号，你要注意买点。
你要非常注意这个买点，月 K D 低档交叉，黄金交叉。这种情况通常以技术分析而言，正是在低档交叉要涨4到5个月，你可以做这样的期待。那今天我怎么带会员进场？来，9:22，没有第二个价格，绝对是市价买进，买在这边，成交69.4，有买就有买，绝对会告诉你我的时间、价格、买进的会员别，全部都会交代。好，那这档股票呢？今天表现是长这个样子，你看看成交量多少，2300多张。这档股票不是低价股，是中价股。你是大资金的，这档股票你特别注意。我每次节目，我所跟你讲，我待会买的股票，我都会特别提示你。好，重点，你还是看空吗？你还是看空吗？这个盘哦，如果接下来一直过高再过高，你肯定会后悔，你看错方向。很多人今年上半年亏了钱，我替你觉得可惜。但是第四季曾明老师一直告诉你，第四季是最好赚的。你想不想反败为胜？你真的想反败为胜的，自己的财富请你自己救。还没想不到办法，还没找到股票的，赶快跟上曾明老师。你只要有决心，曾明老师用黄金筹码赚钱术来帮你把过去失去的一次赚回来。曾明老师会带大家一起来打拼。好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先进广告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嘴齿痛，请用气痛五分钟。五分钟，不好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 The day is gonna be a good day， Just wait and see。欢迎回到现场，真金不怕火炼，有实力不怕你来验证。曾明老师是实战派的老师，我有买我就说我有买，我没有买我不会跟你说我有买。好，那我相信啊，经由曾明老师一档接着一档在节目事先预告公开操作全程转播之后，引起市场很大的回响。往往啊，市场很少看到像曾明老师这种所谓实战派的老师，因为曾明老师实战20多年，我认为介绍股票、推荐股票都没有用，因为你没有实际下进场，你没有直接进场，你怎么知道这档股票你有办法赚到钱呢？尽管你事先推演模拟再多，终究是纸上谈兵啊，是不是？那如果说像曾明老师
我拥有黄金筹码赚钱术，来帮助曾明老师一档接着一档帮会员获利放口袋。那这样子，在今年第四季，又是最好赚的行情，你要不要把握？看你自己，因为我一直跟你讲，小富看人，大富看天，危机入市，财富当前。这个绝对是你的一念之间，你的一念之间看错方向，财富就跟你擦身而过嘛，是不是？好，上礼拜跟你讲的四大天王，今天我们有进场了，我进场了，我跟你讲的股票绝对是我会带会员进场的股票，我早就把股票选好了。那这个行情呢，很多人一直在等大盘压回才要进场，对不对？可是为什么大盘都不压回？因为他们知道你在想什么。那今天大盘上涨，涨的都是全指股，涨了100多点，带量。你觉得有心人士，他想要营造的气氛，他这个局他怎么想？他这个局设很大，我只能这样跟你说，他这个局设很大。我不认为就是涨这样就要结束，不可能嘛。如果涨这样子就要结束，你看看它量需要这样子每天红 K 这样有量的在上涨吗？这个绝对是要涨一大段的准备，你要有所准备才能决定涨多少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带量上涨，涨全指股，小型股我说你不用急，不用担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这种涨法你就有信心了，而且不止你，小标股的主力大户他也会有信心。好了，提示的够清楚了，再听不懂我就没办法了，好不好？四大天王强中强，一档比一档强。你来看看今天我带会员进场做哪一档？来，法人索马股，今天一买进赚2.3%，曾明老师不够看啊，这个拿出来不够看。的确，明天让你目瞪口呆，好不好？这档是低档转机小型股。第一档转机股，第一档转机股，更正，第一档转机股。好，今天呢，全部涨全指股，你的小型股没有涨是应该的，是应该的啊。今天本来就是全指股在表演嘛，全指股没有把今天的大盘撑起来，我跟你讲，主力大户也不敢拉，你信不信？我说的是中小型的主力大户，可是呢，一般投资好朋友。你看到这边，你还是不相信，你非得要明天涨停板你才会相信吗？历史经验每每都是这样发生，怎么办？为什么多数的人都赢不到钱？就是那少数的人在赢钱。我一直跟你强调，你现在开始，就从现在开始，以前过去种种都算了，你现在开始就是要主力思维，要买在人人不敢买的位置。人家不敢买的位置，谁在买？他在买，他买很多，买很便宜，买到物超所值，买到投资价值的股票。你现在就是要循这个思维来跟着曾明老师。来，这档股票，法人索马股，月 K 的角度，你来看看谁大买？外资大买48000张，投信大买9000张。这档股票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跟你讲，这档机会有机会，索马索到什么时候？年底这种买法。居然在9月底10月初这种买法，外资一连续一直买，一直买，买不停。这个没有在看指数的，就是看好明年，不是今年哦。你不要再去找今年的基本面，没有用啊。你再去找今年的基本面，不会告诉你为什么他要买这么多。外资买了48000张，你找不到那个答案的。你去凑答案也凑不出来，凑答案更是让你亏大钱的开始。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怎么会去凑答案呢？对不对？这样子你的钱白白输掉，你都不知道原因嘞。那你看看这档股票，我说它叫法人索马股，有没有法人一直买？外资大买，投信大买，融资大减，这个标准的要上涨的股票的形态之一嘛。这种买法，好，有没有实际带会员买？说到做到，实战派老师。绝对不是纸上谈兵。今天10:38发出call讯带会员买，成交价格15.15，你可以绝对放心。成交量有多少？6626张。大资金的客户，这档你也不要放过，你千万不要放过他。
你先前有跟我做过中磊的，你都知道我用黄金筹码赚钱术选出来的股票，它的战线都是非常绵密的，它要涨多久我不知道，但是以它这种买法，我肯定到年底绝对是锁码的。当然有这么好的股票你要把握的，尤其你今年上半年亏钱的，这边老师不是要打击你，我要鼓励你，你看看自己的财富请你自己来救，有决心跟着这边老师，我带你一起赚钱，因为我的黄金筹码赚钱术已经验证，我一档接着一档带货源获利放口袋，来我带你一起来打拼，你已经想清楚了，把电话拨通。好，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明天祝福您股市操作顺利，股市真美丽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头痛请用五分钟，嘴气疼，请用气疼五分钟，五分钟不好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，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，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有些人比你较重要，世间爱情通笑梦一场风声，挂嘴挂清醒，再会啦，心爱的无缘的人，歌声若响，风吹风吹，家后空笑梦，落雨声。哇，这么多好听的歌，江惠芳麦啊，怀念的江惠。